要来买你的四十大岁的啊！今天要来买你四十大寿的礼物。我今天影片走一个文青感路线，然后你再给我等一个搞笑路线。我们要搞笑啊！而且你今天哪里文青的？你跟我讲，你全身上下哪里叫文青？我说，有裤子那么短的文青吗？好啦，今天要去买一个你会很开心，但我会有一点点痛心的大礼物。我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我们没有办法演，因为我真的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没有要演啊，因为我原本是想要给他惊喜啊，可是你知道买这种这么贵重的礼物啊，对，我觉得还是先跟他讲比较好。对，所以其实他有带我去看一下他原本要买的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果然就被他打枪了，你看。对，他宁愿加码买一个更好的，因为艾文真的很难搞，他的要求很多。不是啊，你买那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，走吧，你看。30000块的东西，他跟我说他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。我没有说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，我只是说你如果要买那个东西的话，你干脆就直接上一个等级，这样不然不划算啊。对，走。9月20号礼拜五送达旗舰，这样子。OK， 谢谢哦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请问我们可以开箱了吗？可以的。我等很久，我整个周末人在外面庆生，心都一直心挂挂在这里。这是哪个天菜男友送给你的天菜礼物啊？我自己啊。你刀子给我过来。我有掩饰住我心里面的兴奋感吗？你可以表现出来啊，干嘛要掩饰？我想要内敛一点嘛。这个东西我已经心心念念很多年了，只是想说能省则省。我们直接来开重点哦。外面的是代理商的包装，里面的是原厂的包装。好大一个哦！哦，已经看到了。看到了吗？旁边就看到了。这是一台半自动的意式咖啡机，就是你会在咖啡店里面看到的那一种，要磨豆子，然后卡进去萃取打奶泡的这一种。请问这是一般那种平价几千块就买得到的东西吗？什么平价？你以为平价的东西艾文会接受吗？要选到一个能让艾文喜欢的生日礼物真的很难。我们之后在 Podcast 上面再跟大家分享选这个的心路历程。这个其实不是我一开始的首选。啊，对，我有换了几个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们其实有经过讨论啊，因为毕竟这种东西不便宜嘛，这样子也比较保险一点，安全一点。对。哦，这个是滤水器，过滤水的。这是压平那个咖啡粉的，这个就是要装咖啡粉的，就是这样卡进去的那个东西。当然他们可能都有些专业名词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奶泡的钢杯，这边有两种 size， 就是要放在这个上面的。哦，一个两份，一个一份的。对。一些清洁的小配件，还有螺丝这些，这个是清那个奶头的，好吧，打奶泡的头的。你这样简称好像也没有错哦。对啊，奶泡头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讲起来就怪怪的。接下来，小心哦，你要起鸡皮疙瘩喽。
这样子怎么可以收礼物呢？很多礼物都要用这种装。啊，你可以用没有保丽龙的礼物吗？接下来就是机器本体啦。这现在是什么面相？看一下，已经看到一个美艳不肯放物的东西了。太美了，我们买的是红色的版本。本体要出现喽。我感觉好有质感哦。对啊，整个美到不行哎。小心小心，好美哦，怎么办？期待多日，终于可以开箱。对啊，我们还请他们特别赶在9月24号那天礼拜五的时候寄到，但是因为那天工作到太晚，结果我们就到这一次旅游完回来之后再把它开箱。哇，你那个地方变成你的圣域嘞！真的哎，瞬间超有质感，整个质感 up up。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要开箱，因为这一台它是比较高阶的，然后是双锅炉，它没有内建磨豆机在里面，所以我们需要自备一台磨豆机。它现在百货公司这样一整套的定价是62,000元，周年庆变52,000元，再送10,000块的豆子。周年庆是要配合所有的折扣优惠啦，要讲清楚哦。对对对，所有的哦，所有的百货什么几千送几百，全部包含进去。这个磨豆机很高级。这磨豆机如果你单买的话，15,000块的样子。然后这个其实它也有红色的，原本有想说要不要把它配一套，就是两个都是红色的。但后来我们决定就是分开好了。当然我们初期不会这么厉害啊，你看到各种拉花。我们是初学者 ，OK？ 没有，我们只是爱喝咖啡。对，我们只是一个纯粹喜爱喝咖啡而已。但又有想学习的心态。年纪开始慢慢稍长嘛，从一开始的什么便利商店的啊，然后冰拿铁全糖，到冰拿铁无糖，到美式咖啡，接下来到绿挂咖啡，现在感觉就是要进入这个阶段，很漂亮，好像我的孩子刚出生的样子。哎，好有质感哦，超美的，好不好？虽然说在现场已经看过，但是在家里拿到还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就是它这个是属于你的哦，下面有做那个哎收纳线材的，这个还不错。哇！哦，亮了亮了亮了，你有看到？反应会不会太大了一点？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要让它有反应，我还没准备好要让它开的。天哪，你家整个变得好高级哦！真的，怎么会这么美啊？我家。只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研究一下，因为这种东西不是开玩笑。这样子一整组下来，优惠价虽然说是52,000，但是也不便宜，还是要看一下说明书，看怎么操作、怎么放水这些东西。真的好漂亮哦！谢谢五一的生日礼物，这算是完成了你的一个梦想吗？其实也是完成了我的一个梦想啦。这样阿金的咖啡店就可以开幕了。哎，我这步走的是高质感的路线，跟温馨的路线。哦，那我们取韩系一点的名字好了，咖啡阿金一号店，你觉得如何？开心，以后可以真的自己在家里面泡咖啡了，用咖啡豆泡咖啡，原则上应该是可以达到不输那种卡玛那些的等级了吧？所以以后早上我会被那个磨豆机的声音叫醒吗？很幸福哎，那一开门出来就会有香味。没有，因为你都睡比我晚。切。不知道你的表情很好玩吗？我在按照他的指示清洗他。你真的很像小孩子在发现新玩具的表情。他是新玩具啊，他很棒哎。Waking up to a brand new day in between your sheets, breaking up in the best of ways, and I'm back again on the street.